看今天呢，这个观众啊，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。是吗？啊，嗯，秩序良好。哎，啊，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啊，那真受不了。哦，过去你说那戏园子，哎，大戏园子还好点，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。嗯，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啊，哈，乱极了。哦，是乱。哎，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，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。哎，他是干嘛嚷啊？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。小戏园子不登报，没广告，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。哦，你听他嚷那个词儿。看戏吧，看戏吧！有潘金莲，有魔粉，有南角，有昆角，有文戏，有武戏啊！有翻跟，有开打，真刀真枪，玩了命了！玩命啊！两毛一位，两毛一位，少吗？花两毛钱，看玩命的。这是啊？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吗？就说是啊，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。怎么着，里边啊很好一点了？更乱了。里边怎么更乱了？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。戏园子里头有打架的啊？你爱听这个演员，他爱听那个演员，因为叫好，俩人打起来了啊！就因为这个，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，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。这可真奇怪了，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，怎么会打起来了？他那阵楼啊，他没有那户楼板，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啊，是啊，什么东西都往下掉。哦，你掉个戏单，掉个手绢不要紧呢，嗯，掉茶壶给那位开了，那还不打起来？就说是，嗯，他里边有什么？在座的找人的，沏茶灌水的，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，嗯，还有卖报的，卖戏单的，嗯，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。哦，有手巾板。其实夏天人出汗，是啊，擦擦毛巾是好事。对，就他这来回扔啊，弄得你眼花缭乱，哎，影响人家看戏呀、啊。就说是嘛、嗯，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，拿开水一浇，哎，把它拧干了，对，上边撒点花露水，嗯。这个角一人，那角一人，啊、哦，怎么样？这么老远扔扔，往起扔，扔得很高啊！啊，那玩意儿也是技术，还技术呢？哎，你别看扔那么高，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。哦，哎，扔的这主这个姿势怎么扔？是，哦，扔过去了。接的那主满不在乎，嗯嗯，甭，怎么着？啊，就这么准？哎，准。哦，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。哦，也扔，离得近还来花样呢。什么花样？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。哦，上去了。接的那主呢？来个苏秦背剑。啊，等啊，有时候弄散了呢。嗯，还来个天女散花。嘿，什么花招全都有啊！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。嗯嗯嗯，里边乔四，跟我来那个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儿蓄水，这是囊饼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，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这块乱闹，坐下就好好听戏吧。嗯，坐下聊天，哦、还聊。台上你唱你的，开场戏没人听啊、嗯，这儿聊上了。要二婶，您怎么这晚才来？可不是吗？家里有点事。嗯，要不然我早就来了。嗯，你看今儿这天倒是不错，想晴博日的。嗯，哟，这挺好天的，这怎么？怎么下雨了？怎么下起来了？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哦，行了，这就快打起来了。您说受得了受不了？是吗？太乱。就这样的戏，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，看不成了。怎么？戏回了。回戏？哎，因为什么回戏啊？台上戳个大牌子，嗯，写着今日堂会。哦，有堂会。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。啊，是啊。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。嗯，家里办喜寿事，哎，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，对，这叫堂会戏，不错。他就为了摆谱，为了铺张，是是，不是真懂艺术哦。所以堂会戏呀、啊，比戏园子里还乱哦，比戏园子还乱，什么笑话都出。是哈、啊，哎，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哦，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哦，看了一次堂会戏。韩福聚啊啊，就是过去那个大军阀呀。对呀 啊， 啊，给他爸爸办生日。是啊，哎，往那儿谈关系。那天戏可不错啊。都什么戏呀、啊？头一出是《破兽图》哦，拜寿的戏。二一出是《玉杯亭》大团圆，吉祥啊。三出是红镜戏。什么戏啊？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。这戏可好啊。是啊，文武代打。唱念做打哪样都好，那是啊。啊，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，嗯，
台下不断喝彩。那是唱得好吗？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。嗯，怎么？听着听站起来了。嗯、别唱了。你们这什么戏？听了半天不懂啊。都上后边去。给轰下去了。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。你听。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嗯，他跑下台去了。您下去吧。管事的来了。哼，嗯。老太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嗯，你们唱的这什么戏？千里走单骑。这是红净戏啊。对。那红脸的是谁呀？哦，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。那是关公。哎，关云长。关公，嗯，是哪的人？山西的人呢？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？啊，你这都什么呀？有我们的命令不？嗯，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？他谁的人呢？他是阎锡山的队伍。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？郭云长也是英雄啊。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、秦叔宝，为嘛不唱？哦，爱听秦琼戏。是，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？那好啊，请您点戏吧。对，我问问你，嗯。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，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？那谁知道啊？他们俩人没比过。是啊，今天让他们比比啊，比比，来个关公战秦琼，这可真新鲜了。那怎么唱？你怎么唱啊？哪有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。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。嗯，人说那什么，老太爷，您点个别的戏吧。嗯，这个戏我们不会。嗯，是啊。妈，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、啊？嗯，那全别唱了。啊、嗯，我不给钱了啊！你们也全别走了，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，这叫什么行为？看你们会不会。呵，管事的害怕了。嗯，这那什么。老太爷您别生气，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。问谁去？问演员呢。啊，诸位老板呢？咱们这戏唱砸了。那绍兴老不愿意了，不愿意听这个戏。演员一想呢，反正你也惹不起他。那是啊。听什么戏？嗯，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。对，他点了一出啊，那个关公战秦琼。嗯，你们谁会吧？你吃多了，撑糊涂了，哪有这么出戏啊？是，关公是汉朝的，嗯，秦琼是唐朝的。对呀、啊，差着好几百年，能搁在一块吗？他说不会也得唱，要不唱全别唱，也不让走，饿三天不管饭吃，饿三天他饿一年，这不会啊。嗯，你咱们来这么些人，这回真要饿死几个，这咱们怎么办呢？演员一想啊，怎么样？他不是不懂戏吗？啊，他不点这出吗？那就给他唱。啊，就唱这出啊。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。哦，我还来这关公。关公，那么秦琼呢？谁来秦琼？嗯，谁敢来？谁来？没这么出戏啊，得上去现编词儿啊。说的是啊，老生吧。嗯，谁来？哎，那个刘备，把你那套脱了。哎。扮个秦琼。哎，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啊，赛罗吗？干嘛？秦琼啊。哪个秦琼？卖马呀、啊、照着卖马那么办啊？那哪行啊？不行，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。那么怎么个扮相？扮元帅。哦，大元帅。哎，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。哦，你扮个元帅。嗯，扎硬靠学蟒，戴帅子盔。哦，赶紧给他办。嗯，这大伙给他办戏，这老生着急，我办也不行，我没词儿啊。说的没词儿，上台现编啊，现编词儿。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啊，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。嗯，你啊，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。哦，我来个小过场。嗯，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，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？这怎么唱啊？刚场面打了。哎，打就这么打。哎。嗯，打不住康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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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康切不住唱切唱，嗯，康切切切切。秦琼出场，演员心里想，嗯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是，切切切切，丑秀，哎，正官，呵，吕然，就这个做派，康切康切康切，快点走啊！
不成？嗯，他想词儿呢。对，没词儿。哎，说康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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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康，将士英豪，儿郎虎豹，军威好，地动山摇摇，要我把狼烟草。唱切切切切，点将是完了，下边词儿还没有呢。对了，还没词儿呢。还有做场诗呢，做场诗也现编的，这不像话啊！怎么编的？大将身来胆气豪，嗯，腰横秋水引领刀，好吗？明朝的词儿，我本唐朝一名将，不知何事打汉朝。轰轰哒哒哒，唱个来切的唱。本帅的苍信秦民穷自失宝，不苍才混世魔王驾千里尘，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，奉了魔王谕旨，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。嗯，这不新鲜。众将官就起兵前防。哦，大不如抗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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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，这场戏下去了，他下了。嗯，关公上来了。哦，关公上，一手拿着刀，哦，一手托着靠拍子，是，他是打扮是搭金软靠。对呀、啊，水底鱼上。哦，抗解抗不来，谁抗不来？谁一谁一谁抗不来？谁一谁？苍安的苍，关云长不苍谁？不知为了何事？秦琼犯我边境，军师们哦，迎敌者哦，咕噜一家堂鼓，哎，秦琼上来了，上俩人一碰面，嗯，秦琼摆开了双锏，哎，关云长一横大刀，嗯，谁瞧谁都别扭，是别扭，不是一个朝的人，从来没见过面，是吗？来将通明。唐将秦琼，你是何人？汉将关羽，嗯，为何前来打仗？嗯，这一问他，坏了，怎么？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。嗯。哎，怎么意思？他生气呀、啊！啊，气儿了，这一下坏了。啊，戏台上有规矩，这样是叫板起唱啊。打鼓的一听，嗯，还有唱呢。抗不来才抗来接来抗，哦，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，这份乱。胡就想了，非唱不可呀，那就得唱吧，现编词吧。是啊，这么唱的。怎么唱的？我在唐朝，你在汉，咱俩打仗为哪般？对，听了，抗来抗来接来抗，叫你打来你就打。你要不打，一指那老头，嗯，他不管饭。哎